这是当天有体育课时的你吗？哎呀，今天不去，就这三节课就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能上两节课了，看你一切就能当真了。啊，同学们，今天我考试，下节体育课我当了，这盘是我赢的。你看我当不当就完了。王者匹配几只？欢迎来到王者峡谷，这是我们新出的一款皮肤，少感。哎呀，老子忙着晋级呢，没空理你。哦，渡劫局这边请。全就位，安排一输一赢，循环一天。部分家长的错觉：玩手机，眼睛会瞎；看电视，眼睛会瞎；看一宿书，眼睛就没事儿。妈妈头疼，你气的；妈妈腰疼，你气的；妈妈脖子疼，你气的；妈妈牙疼，你气的；妈妈生气，都是你气的。英语课的搞笑瞬间。英语课啊，谁来回答一下黑板上这个单词，它中文意思是什么？方方轩，你干啥呢？你来回答一下。哎呦，完了，这我哪知道啊！赵大辉，快给我点提示。司机，回答正确。上课要认真听讲，不要做小动作。下去吧。香蕉的单词是什么 ？banana。嗯，不错啊。那两根香蕉呢？banana 呢？那一把香蕉呢 ？banana。那一堆香蕉呢 ？banana。那来看看这个怎么说 ？banana。假如后排同学当了老师。这作业也太多了吧，我抄都抄不完。哎，方方轩，你写了吗？哎呀，刚开学老师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检查作业啊，我才不写呢，我就不给老师添麻烦了。嘿嘿，有道理啊。那我也不写了，我也不给老师添麻烦了。敢不写作业，等一下我就告老师。哎，都做好了啊，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我就简单讲两句啊。老师，你寒假作业还没收上去检查呢。哎呀，我你这。这小子一上来就打报告，连我说话都敢打断，太没礼貌了。作业我就不检查了啊，我相信大家都写了吧。你看，我说老师没时间检查吧。方国轩和渣渣辉没写。你俩怎么回事，净给我添麻烦。没写就没写呗，你家住海边啊，管那么宽。你要这么喜欢管的话，你把他俩作业都写了。太好了。来来来来，这是我的作业，你好好写啊，可别给我写错了。考试前一天的我，哈，明天要考试了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上外青山楼外楼，唱跳 rap 打篮球，200+200，400+400，800，800+800，等于1600。哈哈，我都不用复习了，我玩一宿手机。考试时的我，DJ，哎呀，满脑子都是 DJ。姓名，我姓啥来着？你考就是他的猪猪哎。作文题目，我的父亲，我爸爸是谁来着？瞎编吧。我的父亲又高又瘦，又矮又胖，又大又小。你们都给我编鸟，编好多好多的鸟，编各种各样的鸟。哎呀，37等于多少？等于多少呢？这题昨天还会，到底等于多少？哎呀，管他37 21，等于18。考试前一天的我，哈哈，明天又考试了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清明时节雨坤坤，路上行人书中分。借问背带何处有？牧童遥指练习生。一得一，一二得二，一三得三，一四得四，一五得五。来是 come， 去是 go， 点头 yes， 白嫖 no。哈哈，我都不用复习了，我还玩一宿手机。考试时的我。姓名，我是啥来着？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一坤年等于多少天？
这题我昨天还会呀、啊，怎么一到考试就懵了呢？你浅浅的微笑就像旧船那张，我唱了你给我保留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是我的观音菩萨，我是你的刘德华。哎呀，作文题目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，我把我的梦想都卖了3两3。和妈妈聊天的套路。妈妈妈妈，我去买奥特曼卡片，我的同学都买了。不行，买那东西干嘛呀？能吃人还是能发财呀？就是浪费啊。那你不是也总买彩票吗？结果买了好几年，连5块钱都没中过。坑死！得，那少买点吧，真是浪费。第二天，不是啊，这些卡长得都差不多呀，你买那么多干嘛？真是糟粕东西！妈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你看这个奥特曼胸口是蓝的，这个胸口是黑的，他俩根本就不一样。切，我还是看不出来有啥区别，就是浪费。那妈妈，那你每次买口红的时候，两款颜色明明就差一点，那你不也都买了吗？坑死！哎，你说的对，接着买。第三天，哎，被我发现了吧？这两个卡里的人物是一样的，就是前后顺序不一样，你为啥买？这是浪费。那妈，你每次去剪头发，剪的前和剪的后都看不出来区别，你为啥还要剪？浪费多少钱？坑死！没毛病，买买买。第四天，妈妈，我渴了，想喝橙子汽水。橙子汽水？那东西能喝吗？里头根本就没有橙子啊！那你总吃的锅包肉是用锅包的吗？啊？夫妻肺片里头有夫妻吗？啊？东坡肉里面有苏东坡吗？啥？撒尿牛丸里头有？行了，别说了，买两瓶。第五天，妈妈妈妈，我想买奥特曼卡片，买买买买买，绝不废话。Nice。 晚上玩手机的你，不要再熬夜了。3点睡，7点起，4点睡，6点起。ICU 里躺着和小咪，而已而已，别忘都夸我，身体倍儿棒，完全可以。为啥眼望他们看见你？好问题。直接不用去了，抓紧时间睡一会儿。2点钟我还送你去上课呢啊。啊，爸爸，哦，上学去，上学去。千万不要和妈妈讲道理。哎，洛哎，拜托，你很洛哎，现在知道谁是老大了哈。方光轩，你又在打电动啊？一天天就知道玩电脑，能不能学会习啊？死了啦，都是你害的啦，拜托。哎，来劲了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渣渣会玩不玩电脑？不玩。他学习好不好？好。你看渣渣会就是因为不玩电脑所以学习好，你就知道玩。龙叔呢，玩不玩电脑？玩。他学习好不好啊？好。他学习好了才去玩电脑，你学习又不好，你玩什么电脑？娜娜呢？玩。娜娜学习好吗？不好。不好，你也知道说不好，他就是因为玩了电脑所以学习才不好，你能跟他比吗？那煞神呢？他不玩电脑学习也不好，你看他就是知道自己学习不好，所以他才不去玩电脑。你有什么脸玩？把这次考试的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一下。这题都练了2年半了你还不会，还有脸玩电脑？历史上谁跑得最快？曹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曹操曹操就到。超人为什么穿紧身衣？因为救人要紧。哪个水果最老实？芭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实芭蕉啊。什么植物和动物最像鸡？树和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树马像鸡。金木水火土，谁的腿最长？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火腿长啊。狐狸为什么经常摔跤？因为狐狸狡猾。什么海没有边境？苦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海无边。油盐酱醋谁最有时间？吃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盐很咸。什么动物可以贴墙上？
海报